好，大家好，我是月领的总经理梁永昌。那我们公司主要是从事电力跟电动车充电的管理服务。那目前我们公司受特斯拉邀请，已经进入到特斯拉的内湖园区里面。今天很高兴，台经院他邀请我们公司来参加2019的春季美乐会。那在这边，我觉得获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上百位投资人。那这边投资人问的问题也非常的犀利，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什么地方有一些募资的资源，然后透过台经院的协助，然后也在审核的过程中协助我们去调整我们自己的 BP， 然后调整我们的商业运营模式。那这份是我们非常感谢台经院以及这场协助这边的工作，谢谢。好，你好，我是正能光电的顾问，我叫巫林翔。我去年参加了这个台经院6所办的这个所谓的闪约哦。那今天这个形式呢又不一样，今天是我们在台上讲，台下很多人同时听，然后大家可以发问。但不管是哪一种啊，我两次比较，我觉得这个活动都很成功，而且都很有效，也对这些资金需求方跟资金的供应方很有帮助。为什么呢？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在很短时间之内，至少某种程度的满足人家所提出来的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很好的刺激，非常正面。那这些外来的刺激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正面的，所以呢，我非常肯定像这样子的活动，希望以后每次举办我每次都来，谢谢。各位好，我是官网资讯的林静瑶。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台经院的这个春季美乐会。那我们公司主要是提供电子发票服务以及这个小微企业的融资美乐平台。所以我们公司所提供的这个第二项业务就是P2P 好期待，就是专门为了让这个小微企业能够解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美和会，那我们也在会议上认识了不少的潜在的这个投资人，可能对我们之后的募资会有帮助，谢谢。嘿，大家好，我是 Insto 的创办人之一执行长陈仁斌。那今天很高兴在这边可以参加台经院所举办这个投资美和会哈。现场投资人实在非常多，那我也谢谢台经院花这么多的心思哈，然后筛选国内的新创来帮助我们跟投资人美和，也跟国内的新创朋友说，台经院的这个活动很赞。